从你一开始演戏到现在，有没有想过一路走来这么多年会演这么多的电影，这么多的角色？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过。我当初我拍戏的时候，我其实不是想做演员的，因为我像当初对电影很感兴趣，想做幕后的工作。但是后来呢，一直就一开始就被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的老板就是李汉祥嘛，他就叫我当男主角，这样子开始一路演戏。那么这种结果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常常都在想啊，就是会不会有一天这没有人找我，然后我就停止了嘛，就很自然就停止拍戏。可是很奇怪，后来就是一直好像我也没有说很积极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就他就一直在持续的在演，就是这样子，好像是命运造成的一样的那种感觉。曾经有一段时间哦，好像蛮重复的演一些文艺片的角色，你好像也蛮抗拒的，就是几乎被框定的角色。对，因为你看，就是我们台湾啦，就是中国语片来讲，就常常就是，一演你某种类型的戏演成功了，他就会一直让你去演那样子的东西。那我就当然也曾经掉入这种窠臼里面，就是爱情文艺片啦，还有三厅电影啦，跑沙滩啦什么这样子的。那就是我也很希望能够尝试多种的方面的，可是他就不找你，那老板他就不会让你那个，像我最近剃个秃头这样演的戏啊，那老板其实是吓一大跳，他甚至现在海报他还把那个头都切掉，大概不太接受那个我的秃头的形象。不过假如要你演大奸大恶的角色，我想从我开始我就不是太能接受，尤其是想到你是将军之后。其实我觉得是不会的，但是其实这个不能忽视的就是群众对你一定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一种感觉啊，一种概念。那么比如说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好人，你就不应该是个坏人啊。有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观众的他的这个看戏的那个入戏的程度，你知道，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是演员，我们当然是应该演各种各类的角色，其实观众不一定是接受你这样的。的确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存在的。在最新的一部电影里头，你是理了一个几乎是大光头啊，那这个是讲到我们历史一个比较惨痛的事情。你是抱着一个中国人的心情去演这个角色，还是有没有一点点是因为你是孙元良将军的儿子这样的心情去演这个角色？我这个很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戏我老是提到我爸爸是谁谁谁，这个其实那个其实不应该这样子的，因为我演戏是归我自己演戏。那么我演这个那个戏是那个戏啊，就是并不是因为我父亲什么什么的那些事情，是因为我对这个题材本身很感兴趣。我觉得这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作为一个中国演员，是的确是会很想要去表达这样的题材的。刘雪华曾经说过，他很喜欢跟你合作，除了因为演戏上面的交流以外呢，他还喜欢你这个人的品性。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蛮果断的一个人呐。那刘雪华说我是一个很温吞的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因为可能也许我讲话有时某些时候啊，像开玩笑啊这种话，我就是比较反应会慢一点。就是所以人呢，就是很奇怪，人常常就是说从你的这个行动的方式啊，或者是你讲话的方式啊，人家有时候会对你有一种误判，就是说会对你这个整个人的感觉会有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会出现。其实我也许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典型的人，也许人家别人我都是慢慢的很斯文很有条理这样子的，其实我也未必是这样。我内心也是很急的，你知道吧，只是我你可以说我控制得很好，你知道，就是也许我就明明知道急也没有用的话，我就会很耐住性子去忍耐一些事情。上次在台视的演出好像是七色桥嘛，我拍了两次七色桥，一次是很多年前，一次是就是后来的。是同样的故事吗？一样的故事，一样的故事，是华言的小说嘛。最近这一次的主题曲是我唱的。哦，是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那这一次这一个角色，对你来说一定是有一个新的吸引在那边，觉得这次这个电视的角色跟以前电视剧的角色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对，其实每一个角色，就同样的一个时装戏啊，一个角色，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一般的男主角的这个角色好像都是那种一个典型的，其实我觉得是有差别的。像我在这个戏里面演的这个角色，我就觉得这个人物是一个比较天真，甚至你可以说他有点幼稚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很热情，而且也很专情，因为他太太就是啊得了病嘛哈、啊，那么他很爱他太太，非常专情，他有很多别的机会去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可是他都放弃那些机会。是刘雪华吗？哎，太太就是刘雪华嘛。那么我觉得这个人物也蛮可爱的，也有他的这个，就是他有时候蛮莽撞的啊，就是也就是反正比较冲动一点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跟我以往有些那种文艺片的角色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有的我比较演的比较稳重一点，比较那种。小孩子有没有遗传到你的表演天分？我想我儿子他比我适合演戏，我不知道有没有遗传到我的这个表演啊。那么我觉得我并不是很有天分的演员，不过我儿子蛮有表演的天分的。他现在好像已经开始他的工作。他拍过一部电影，拍过一部电影，然后现在就是有经纪公司帮他弄，在准备要就从事这一行。女儿呢？女儿好像是念这方面的。她是女儿是念艺术的，就是画画的。画画的。对，画画的。讲到关于爱情哦，有没有在你人生的哪个阶段，你对爱情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会比较，就是说看重这种男女之间这种感情这种东西啦，会比较。但是其实我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就是我想有一点就是我拍了很多的爱情文艺片啊，但其实我常常不是像我在片中演的那种角色这么的多情种子啊，那种好像情话绵绵的那种啊，和那种就是大众情人啊这样，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没有那么罗曼蒂克，可能。其实现在的你哦，跟两三年前比较，对于爱情有没有很大的不同？我没有太去深思这样的问题了。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是比较，就是说，不去刻意去做什么样的一种好像怎么样的。那当然也一方面是我本身的这个性格啊，也不见得是这么的戏剧化的。啊，去那个去追求那种感情的那种，那么我的这故事就是，比如人家常常看我的故事，好像都觉得很戏剧化。其实那种戏剧化常常是别人，我觉得别人常常对这个感情或者是一些名人的一些故事啊，他都会很有一种兴趣。对。那么他就会把它描述得很戏剧化或者浪漫这种方式来处理，你知道？那反而可能也许不是真正的我，你知道？假如有机会，秦汉可以自己编导一个自己的爱情故事的话，你希望它是怎么样的故事？我会比较喜欢就是那种，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要很自然的啊，就是不一定是那种公主王子式的那种爱情。我觉得其实男女之间的感情是很真实的，是可能是有很好的一种感情存在的，那但是绝对不是演戏，那不需要去把它太戏剧化。你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平淡而真实的一种东西，没有欺骗的。你不是说希望从事幕后的工作吗？那最近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目前是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是我想就是要有碰到适合的题材的话，我就会想去做它了。以前不是有当过导演吗？对，我当过导演，当过这个电影，就是我的片子的投资老板都做过。也赔了不少钱了，就是这么多年都已经存了很多了，很穷了。有没有什么计划呢？现在我想，我主要还是以拍别人的戏为主，接下来我还是可能拍拍电视啊，拍拍电影，而且甚至暂时都不做导演。对，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的导演也蛮不错的。那因为在那个我们以前那个时代，我们之所以有时候会想要自己拍东西啊，就是觉得好像没有拍到自己要拍的东西。对。那现在有很多的导演也可以基本上把你的理想拍出来了。对，而且我觉得像就是说拍戏啊，做演员有时候也希望有点就是像导演啊，他有点客观的一些东西给我们。
啊，像我自己，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戏的导演比较年轻一点，他会给我一些比较年轻的一种感觉，你知道。那么这些东西也许是我忘记了或者失去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加到我自己身上来，我觉得也蛮好，这样子。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很多时候我们艺人都是生活在别人的揣摩、推测当中的。我衷心的希望秦汉在他自己真实的生活里头寻找到乐趣。今天跟你聊的好像不够尽兴，不过最近大家每天都可以在荧光幕上面看到你的演出，希望你快乐，谢谢。